丈夫可我一儿，这个人有法度，这个大丈夫有法度，我冇法度，妇有法度幸福，我冇法度幸福。做书代替做会搞，我让他做会搞。所以我希望各位看祖师大德故事，玄奘法师安怎艰苦去出经的，法显法师、义净法师安怎艰苦去出经的，啊，历代祖师代替安怎艰苦去弘扬佛法的，你会看哦，看爱变成观想，我就是伊，迄种的艰苦我来领受。啊，领受迄种的艰苦，尾后伊才将佛法给传出去。刚才咱尊敬观世帝君啊，我们尊敬岳飞啊、文天祥啊这些历史人物，我们不能说光，刚才去赞叹你。但是你要讲这些历史人物，家己人很尊敬吴凤哦，咱对囡仔就很尊敬吴凤啊，吴凤这段生命的故事，我爱真正去搬一遍，搬一遍去观想。然后，虽然咱即摆免用长头啊，但是咱把握无缝的精神来度这些啊不懂佛法在杀生的人。那各位要练习这习惯，而不是说看电影看完就刷，看佛经看完就刷。咱是咧从下面念下来，学习佛陀，实践佛法，成为菩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学习佛陀，按照佛的法去实践。成为僧，成为一个愿成佛的人，叫菩萨。真正咧做佛做代志，所以不能把佛法当作一种信仰的层次而已啊，而是要把佛法变成咱的生命、咱的未来，乃至你身躯所听闻佛法的光彩弘扬，成为别人的引导，别人看到你，我嘛要对你合佛，随便我好多侪人来合佛。但是变好多人愿意来出家，啊，出家不是讲啊，我就爱住咧山顶叫做出家，啊，出家我想要去佛寺叫做出家，啊，出家我是安尼规工，那还是你出你家己的家，安尼啊，因为你不是为众生出家，啊，那个在家人发菩提心，是这个社会，这个众生，咱起码爱做什么？古早甲今嘛无同款，哎，分林甲台北无同款。台湾跟美国不同款，你都要去了解。每一个所在要做的代志不同款，所以为了呢，所以咱来去实践主逼。那为了呢，所以我们才要说什么成立这些分中心啊，什么生命道场、慈悲道场，什么名都不要紧啊。接下来就是希望能够把咱所讲的空性与慈悲。这种唵嘛呢叭咪吽，南无阿弥陀佛，悲智双运，实践在我们真实的生活，而不是说我利用佛教来得到我自己身体较健康，家庭较平安，赚大钱。那这样这个大材小用啊，佛教没有问题，满足世间的善法没有问题啊。你只要深信因果，那世间的善法一定圆满。那是佛法更究竟的意义。是要大家拢发起慈悲心，愿成佛。那么大家去做这个事情，所以透过去帮助善巧人，不是干那好钱，帮助善巧人，同要紧个讲，我听个善巧人讲，阮出家人拢无薪水，无家己的财产，出家人互人供养一千块，连这想法拢未使动得我的。那讲这一千块是我个人的，我就破戒了，我就已经失去菩萨的资格。这一千块是众生的钱。我要安怎该好好来用？要用在什么所在？安尼啊，你咪袂使讲啊！我无接到钱，摕去浪费啊！这一千块，信徒供养一千块，要安怎个做个？这一千块，干那十万块、一百万的功德，敢问这个信徒，你要安怎用这台钱？不是随便讲，钱摕去就好。所以花钱花在刀口上，你要去思维。一百块甲布施出去。免我个回向个转污浊法界众生拢得到，或者是一百块达到了骗一切处的圆满的功德，叫波罗蜜。波罗蜜啊，那你来什么代志都要有这个观修，那这个观修一定要化为实际的行动啊！就像刚刚我们看到藏传佛教的格西，跟咱无同款，伊跟咱台湾人无同款，咱华人大概有钱，有咧插社会。因较无好报，啊无好报，因就认真读册、闭关、念仪轨，安尼尽力而为。但我顶来讲，希望你们哪一天有福报啊、哦！
哪一天你会拿钱到云林来啊，到屏东来，我们台湾也需要很多钱呢，对不对？你去看看那些老人院孤儿院都需要钱的呢，那为什么一个菩萨发菩提心没有福报呢？那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缺乏对实际慈悲的关怀。但是咱台湾人对实际的关怀有在做，却缺乏对在关怀的过程里面对自己佛性开发的过程。人家来讲，我就出钱啊，我就去到三工啊，我就愈做愈大，然后产生一种骄傲，骄傲哦，我做就大，安怎安怎？但是他内心层次啊不圆满，所以我们佛教说，这些人的行为要显密双修，因跟果都要照顾好，不能偏一边。你要偏一偏说我是汉传佛教，偏一偏说我不学密法，密法也不是西藏的专利。然后我们中国佛教本来就有唐密。保持的非常的完整，连经典来的，各位你们还可以看，啊，在日本也有传过去的唐密、东密、台密，他们也保留一些仪轨，也很殊胜。我看经典，我看唐密，起码你不能那修这仪轨，跟我们经典说的差不多。原来他们保留，他们没有改叫什么，啊，只是加入了日本话。但是我们去看看他们修啊，那时候。并不是说我好会的人，我就不需要去研究这个，啊，我两阿弥陀佛，嗡心给了谁改的后，这是到临命中，当然你求生净土，但是平常时啊，那我们对这些凡是帮助众生的样样的方法，南龙爱欧，这样才符合发菩提心往生净土啊，发菩提心，因为咱想要咔嚓完万，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接着弄来学习，好，所以刚才各位今嘛够进行，我过于恭维，啊，我本来是不爱恭维啊，因为我讲话讲太多了，啊，讲个麦克风拢派去啊，我这个心呢，一直给我麦讲啊，但是我还是要尽力，因为对各位有没有帮助，另外一回事，对我自己帮助很大，就这样同要紧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佛啊，但是要。往成佛之道很精进认真，所以当然很多人会怕我，特别我徒弟，哎呦，那师父脑筋没歹啊，你冲下拢会栽啊，啊，师父婆婆些恭维啊，你看来，在他面前不能混啊，所以，但是我只能说，这不是我，因为我们学佛是每个人都要如此，你要会察言观色，归定归魂，归因冲下冲下。我甲这个人食过一顿饭啊，我来知伊明仔要食什么，伊配什么料的，他的习惯是什么，我拢甲记掉掉。为什么？菩萨都是关心众生呢，啊，所以我去素食店食饭，我拢看一间素食店会赚钱。迄种头家，我去一遍，我拢头家己点。第二遍过来，同跳的这高雄一间电脑拍出来，海涛法师的菜单跳跳跳跳。啊，我这头家拢甲头落起来。啊，所以我讲，我今日要带别人去吃，不是我爱吃，别人都无同款。你要加些什么菜？啪啪啪啪啪，电脑端的爬出来啊，安尼啊，上面图像都有了，价钱你自己选。我讨给你就好，哎，莫怪你行李也好。啊，各位这拢是人的优点，人来学的啊。所以当然，各位买行为也要教家己，才会晓教别人。也要影响自己，才有法度影响别人。好，所以意思是说，希望大家来，大家一起慈悲。啊，慈悲是佛教的精髓，所以希望，但是为了慈悲，希望大家加入慈悲协会。它不是一个会，啊，既然咱大家有缘啊、家己啊、婚姻啊，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因为一个人慈悲不够。那我一百个人就一百慈悲法门，咱的方式无同款，因为你面对的对方嘛，那我们也要吸收他们的经验，随喜他们的经验。啊，你也家己一个，靠你家己一个做的有限度，了解吗？所以咱今日修八关斋戒，念一下共善业。所以咱今麦要救五百只鬼啊，不是你救一只，你救两只，咱每一个人拢救五百只，安尼啊，因为咱参悟这个功德啊，啊，咱今日。我想到我都要跟咱张启良、黄明如讲，啊，你们报是这钱哦，拍摄我要给你念出来。为什么要念？
好，大家随喜啊，对不对？啊，随喜后摆，就后摆就你布施400万，不是要布施给咱。这个社会需要的所在，你拢有法度去布施400万、4000万、4亿，你同熬。那是咱来随喜这个功德啊，啊，随喜是卖有嫉妒心，随喜是讲卖爱有参悟的感，参与在这个功德里面。因为大家为了成就波罗蜜嘛，啊，为了成佛嘛。人家讲，咱一个发挥透过电脑，有法度，即卖百位足侪爱用卡车载，晓得无？透过电脑免费上线上，然后他们就把名字过来，我们电脑就一直给他打出来，打出来，安尼啦。所以每天都在增加很多牌位，安尼咱同就跟这些写牌位的人，活得也好，往生结善缘。所以我即卖摕着牌位哦。我每次手上拿一堆，我就很兴奋。我给那了，一把钞票，我就很兴奋。哇，这种钱呢，哇，有一点兴奋啊！啊，起码对钱无啥很兴趣，对牌位，哇，这每一张拢1000万，两张2000万，3张3000万，千万啊！因为那是一种悲心吧，悲心啊！所以对我们来讲，钞票是一种悲心。这个钞票也在做福相，也在救命，也在帮助别人。有法度透这钞票去度众生，可以欢喜啊，各种的方式。所以我安尼讲的意思，就各位放在心里。然后我们云林慈悲协会，然后邀请我们各位，特别我们张景良、黄美如啊、张美莲啊，我们李居士啊，或是大家各有能力一起来参与。你五分钟就五分钟，你有十分钟就十分钟。但是我的意思是，咱这个社会，咱台湾这个地球世界，是咱大家的责任，有理也无理，有理。啊，你咪袂使干那关心台湾，咱台湾的经验、美国的经验、印度的经验，咱拢爱提顿来用啊。所以拄啊，各位有念到，咱帮助尼泊尔戒毒，咱帮助尼泊尔儿童教育。帮助不丹的寺庙，帮助锡金的寺庙，帮助南印度，然后帮助布施食物啊、护身啊、生命电视台啊、慈悲基金会，意思是讲，这个社会任何一个需要咱去关怀，拢是咱慈悲的对象。那大家一起来，我今天来讲是鼓励各位学佛不能太消极，也不能站在自己的道场法门在修行，或待在家里修行。那么发菩提心名为出家，出家意思叫超越你的范围。那发菩提心是经过宇宙世界所有的众生，拢是咱报恩，乃是承担伊离苦得乐责任。那所以咱来去接触伊，你若无去接触伊，接触叫做不舍众生，咱来不舍弃所有众生所做的一切，又能够思维空性，佫无执着啊。安尼透过这种福慧双修，咱就幸福。所以希望大家把慈悲当作戒律，把慈悲当作生活，把慈悲当作修行。所以大家把慈悲结合起来，一起来帮助整个世界。那这个就是对佛陀的供养。你讲，诸比皆是供用，发菩提心，名为第一供养。各位拢要背啊！所以咱用诸比心，所做一切拢是为着成佛、承担佛陀的责任。那你为了承担佛陀的责任，你就要发愿成佛。那你发愿成佛，那你就要精进的去慈悲，所以叫慈悲波罗蜜，包含一切波罗蜜，以慈悲心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你要成就了种种的波罗蜜，那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佛陀，才能够真实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基本上是救的众生，救的这个对象。来实践慈悲，因为我这个对象难得不要都主逼。那为了如此，那大家要显现自己的智慧佛性，不要用自己的烦恼个性习性来做代志。那边呢，将自己无较金细细呢，啊，当然你来去做代志啊，你来去接触众生啊，你来接受别人的批评啊。所以，咱去讲助念，咱头去扎一张单去，我来给恁导助念。有什么代志爱改进无？对不对？伊无了解的部分，咱该解说。啊，伊甲咱讲的缺点，啊，咱咪讲，咱来回知啊。啊，
啊，咱每一遍每一遍拢咧进步，进步。每念一遍，念两遍，恁未使。我昨去家己讲事，我甲你讲，阮迄搭助念团队六十岁念到八十岁，拢过即句嘢啦，你啦。拢无换新的礼拜，啊，旧的直直倒去，啊，后摆助念团都解散啦，拢欠人助念。所以那就没有传到第二代、第三代。那我只能说，因为我们没有去检讨，没有开会，没有把助念现代化、青年化，对不对？啊，助念变成某些人的专利。而且助念的人也不懂得去教人家怎么助念，所以昨天有个按摩师说：“师傅啊，哦、我今嘛无用，今嘛大家吼、哦、按摩足济啊，我里边乱，你一个人乱做事。”伊讲无，我今嘛拢叫伊家乡来，家乡来，甲因囝教教的吼。你若要带恁老爸来按摩，你先伫恁家按完才找来安尼啦。我甲你教，你这基本的功夫你学会晓，啊来我家，我甲你请两个啊，啊说佫甲你教，好歹吼。阿派你呢，家己也按摩。讲阿丽安呢，我安尼生理更加好啊。所以我讲跳跳，恁到三个拢学来，家己学按摩。啊，无你，伊每一个来都最头啊，用个背啊，伊嘛无法多啊。我们本来就这样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要把佛陀的慈悲一代传一代。咱即摆佛法啦，老实讲，各位一点来分，你们看，逐工看嘛，即几个。啊，无较加叫不增不减，啊，个第二无去啊咧。所以你若讲一遍加五十个，第二遍加一百个，第三遍加两百个，不是我们希望多，而是说，如这人你学习佛法，学习菩萨道，要来断家己烦恼，要来帮助较侪人，安尼叫艺术啊，不然咱的公司也倒去。所以我很关心现在台湾的几个全联，我等一下去看。哇，愈开愈侪间，连金门细细嘛开两三间，很厉害啊！敢那老鼠会啊呢，行李愈走愈大，因为每个商人他们都很关心社会的动态、民生的需求，特别开杂货店的人，你进来的东西，你没有这个敏感度，这间公司都来倒啊！那我想各位就像你在买卖商品一样啊，特别。竞争行业、手机行业、这些资讯行业、报纸行业、媒体行业，啊，《纽约时报》啊，本来要快垮了，但是改为一种电脑订阅，你订阅什么，我给你什么。他们有一种方法，结果呢，我又赚了20亿美金啊！不但亏本了呢，赚了年收入20亿美金，超越哎，南来港哦，啊，那我们要去学，因为佛法必须有现代方法的传播模式。所以我讲的是希望大家我们放在心里，然后我们下回有机会啊，这些慈悲委员的说这块主要啊啊会定副会定啊，村长的家己哇副会定十几个好厉害啊，会定一个啊弄不紧，然后至少大家怎么样去，凡事总有开始嘛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做10年20年，然后你的儿子下一代，然后再下一代，然后就慢慢把慈悲的行为、慈悲的心态、慈悲的智慧留在这个世间，不见得说咱一改讲那些胡搞多胡搞多，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没接受啊。但是如果宗教的本质没有办法展现出来，这个宗教就会没落掉。大乘佛教的本质就是慈悲。慈悲的本质是不离开空性的智慧，那但是透过慈悲你才可以接触众生，从接触众生里面也让自己跟对方能够进入超越慈悲的安住的空性的佛性的状态。那按佛性的状态就是要能够圆满慈悲的功德，那咱就来一起去用头壳，安尼好不好？哦，终于讲完了，那给人也才开手啊！那现在我们来念一下七佛如来，恭喜在，你没在听我，鬼啊听他耳啊啪啪，静下慈悲做菩萨的，做菩萨的，我永远想一只鸽爪，一只大棍啊！啊，有在听佛经吼，因将来拢有法度做人，还佫做有福报的人，佫有法度出家修行。所以各位爱。从我这种思想，我唔是跟他对立讲，老实讲，我跟一个河边，行咧草啊，行咧路，我拢在想这個，
想这不是是看目眶在想这，不是我我在想这念就叫车弄到，是你在想的东西都对这个环境，今天来婚姻对婚姻有什么帮助，今天在病院对整个病院有什么帮助，今天在美国对美国的人事物有什么帮助，但是符合了佛教的深信因果、信心、出离心、悲心、大菩提心，然后以佛教的这种义理实践在地方人事物，这是佛法的痛点，而产生一个佛教的人格思想，然后来告诉特别是人每一个人，然后佛法的属性变成一个善良的人啊，有智慧的人，慈悲的人，有能力的人，那咱必须将这个教育把慈悲与智慧成为人类所追求的最圆满的教育啊，这个教育不见得你是佛教徒出家人，而是人人都需要的。现在大家都要找灵体，都是你们需要灵体，现在大家都要拿手机啊，现在社会还没拿手机啊，怪怪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具备的，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对有什么念一下离苦得乐，大家都不要艰苦，大家都要快乐啊，那边要让老人快乐，少年快乐，众生都快乐，佛教讲的方式，你让众生快乐，就是让自己快乐同进的方式。所以我们来去了解帮助众生快乐的各种的方式，还有同我们来，我们拿所有的鬼啊啊念一下。最近啊，加拿大很痛苦啊，加拿大最近每年要杀至少38万只，他们统计的刚出生的小海豹，安尼啦，大只因拍袂到，啊，拢去拍死，甲用个娃娃那个怎么死，啊，都啊咧老会，啊，甲挂皮，安尼啦，啊，消灭这个怕它海豹太多，繁殖太多，本来政府只规定10万，那现在变成38万，几尼杀着背弯，光加拿大，那挪威呢？那其他国家呢？啊，太痛苦了，人家大概所在拢昂昂，因为头落个斩落去，个插落，可以慢慢老去，佮去斩白只，啊，等只只断开啊，啊，再来个白皮，安尼啊。那这个海豹皮很多人很喜欢，海豹是如此，低麻呢，龟麻呢。那各位这个小辉，你怎样？你也该回想。所以放生仪轨，不是咱的放心来念，念阿弥陀佛，是任何时阵拢为众生，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苦，你也去体悟、去了解、去接触。如果伊咧抬起只笛啊，你伫边啊看，甲你听我讲诶，是两回事。修行为什么做者菩萨爱去接触、领受众生的苦？你若毋生过惊，你若毋互放杀过，你若毋互骗过，你毋知影虾米叫做可怜啊！所以各位，你爱修个听我别人的苦，你别再讲与我无关啊！查某人的苦、老人的苦、丢感情的人的苦、要死进前放未下的苦。那是死去亲人的苦，你爱听我话，你自己嘛想要哭，然后你叫对痛苦慈悲来底开发离苦的智慧，智慧就会下来。智慧不是读佛经有智慧，佛经是个文字，即个智慧是你心里去带艰苦，你着感情，痛到要死，然后死去也好，你保留这智慧，挖起来也好，你了解这种的，但是别人的痛，有的痛佫无同款。所以每一种众生的痛苦和痛，咱拢爱去听哦。所以叫做三世诸佛以苦做老师，爱去接受苦，也接受苦，你才有法度慈悲，你才有法度救苦救难。你才知讲观世音菩萨想话爱有智慧，不然伊无法度救苦救难，因为伊了解这个痛苦，伊接受这个痛苦，伊听哦这个痛苦。哎，所以咱为所有鬼啊、鱼啊也好，痛苦的众生。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当愿众生发菩提心，皈依佛，皈法，皈身，皈佛，两足尊，皈法，离欲尊，皈身，众中尊，皈佛，不堕地狱。各位要逐天念，逐天爱甲
加噶，乃是地噶，所有的痛苦念到顶，感受一种红台的痛、北皮的痛，老实讲，菩萨的痛比红台的人更加痛，这什么意思？见红开刀，你哎哎哎，老母是心肝痛啊，咁样分去，了解吗？啊，所以做菩萨迄种痛，超过红台的人的痛，红台的人痛，台死了就较未痛，迄老母爱靠几年呢？迄种心肝想着伊红台，迄种的艰苦，无法度忍受，就叫做空性的慈悲。啊，各位，老母是讲对因囝，但是菩萨的空性的慈悲是每一种相相性的痛，拢欠在心肝底内底。啊，所以伊敢有法度用空性来保护，互伊家己有法度超越。连但是迄种的痛的慈悲，百分之百比众生更加艰苦。所以你唔通干那念啊，为向我众生。搁咧笑，众生较艰苦，你咧笑啊！你无去体悟到百分之百感受到众生的痛，迄种老母心肝的痛，你读佛册，你都无自卑，你安尼这种的习惯会伤害你。所以我定咧佛学院甲伊讲啊，你若无这种自卑心，你无去读佛册，你若去读佛册，你会变足骄傲、足毒啊，足自以为是，唔是讲。为了要得到一个格西堪布得到一个大法师的地位，然后你一秒钟失去慈悲心去读佛经，对你就是伤害。抓啉水变毒，因为无慈悲心的人去看佛经会伤害众生。所以当你咧念的时阵啊，你就爱念到这地下，你来马上足认真啊，足动情意，足感受伊的苦，你特别咧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啊，安尼叫法度帮助众生。离好的咯啊！来，归佛不对地界啊！你要观想佛力、佛根，加起所有的地界，还过要从十八地狱、大中小地狱，伊安怎艰苦？那有时间爱去个体悟，去个了解，去个深入，这个是大乘的禅。大乘的禅，唔是多咧顾家己的想法。大乘的禅叫做大悲无量，是迄只家族的艰苦，迄只狗血的艰苦。迄只红布料嘅红强奸查某嘅艰苦，迄只恶鬼道嘅艰苦，你系深入，对深入内底达到无我，对深入内底得到慈悲心，就叫大乘的禅修啊。绝对唔是讲啊，到伊咧办禅修，我就来参加。因为如果离开大乘佛教的禅修，你同佛嘛去参加，他教你是一种自我安定哦，我开发自己神通哦，我要得到比别人高尚的法，你就卖去参加。因为你就算得到迄个法。扣失去对众生的慈悲，安尼就扣格啊，安尼可怜啊！啊，因为你对众生的慈悲呢失去，你去研究这个经典，为了一个我，我要比别人较好读，我要比别人较好讲，你唔捌我要捌，那这个骄慢心对你来讲是对了轮回的作用，这是一种的对咱无帮助。所以讲概率的人爱比人较慈悲，才叫做概率。但是你讲概率，结果呢看未起众生啊，摆脱众生。高高在上，这个概率对你来讲是毒啊！所以万法都不能执着，不能离开空性与悲心。不要认为自己是持戒的道场，不要认为自己是专门修禅定的道场，不要认为自己是哦，我是专门要研究空性的哦、啊，你拢无研究空性，啊，你就足可怜啦！因为你根本跟佛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离开慈悲啦，结果你念这啊。你还当愿众生啊，那叫咱卖离开众生的痛苦，一直去思维来归法。当愿众生永离恶鬼苦，归生永不堕畜生啊！所以各位，大家看见这精神那种台畜生要被杀，你每天都要为他们念归三宝啊！来归佛净，归法净，归生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身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身净。阿比迦耽伽，哈夏萨玛哈，玛玛古林萨美达。所以你咧念咒语，一念咒的前行就是大悲心，感受伊的痛苦，痛到要死啊！所以我不得不帮你念出来啊！这念出来就是大悲心的声音。承担众生苦，老母看囝咧红台的艰苦的声音，这才叫陀罗尼啊！你有万万的这种的发心，安尼去念，绝对唔难讲啊！我要念一万遍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一万遍就会安怎吼？阿弥陀佛，
你过去卖念，你念的伤害你的慈悲心，因为你有一个漠不关心，一个法执，一个为自己为了得到什么成就在念的话，那你反而养成一个很不好的习性，对你有伤害。所以我在这边，我从来很少叫人家你要念十万遍、几万遍，我不太讲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要强调，你大悲心有替我众生苦念一句阿弥陀佛，超过别人念一百万、一亿遍的阿弥陀佛啊！一念菩提心，超过百万亿阿罗汉的修行的功德。重点是迄个心态，唔是我念几遍啊！我念十遍地藏经，我是咧做十遍的地藏王菩萨的任务。我咧入去十遍的地藏，所以我咧念十遍的地藏经，也就是讲，因为咱是大乘佛教。咱永远袂使离开众生苦这种的心态，所以要一直这样，这样才可以把自己这个为我而修行的心态完全断除掉啊！承担众生苦的心态，透过阿弥陀佛，因为咱老母听到要死去，咱囝起码要死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认真啊！因为众生。每一个人都在艰苦，不管他现在做当事长、做少年的、做引导的、做健康的，那都是暂时的。这不知死的艰苦，那才是艰苦的。啊，不知轮回的艰苦，这个，所以要酝酿这样子的大悲心，去为因念阿弥陀佛。那这个大悲心，我强调一遍，就是说，你根本都没想到自己的成就，根本都没一个我在念佛，完全自然的为众生在念咒语。啊，纯粹的，那你要酝酿，你安尼酝酿念一遍大悲咒，超过人念一遍大悲咒的功德。那意思是说，这个叫大乘的禅，在很专注的、不离悲心的去修一切法。黑龙江为众生，不是我很喜欢读哪一本经典，我很喜欢念哪一个咒，那这样对利益众生没有帮助啊。所以来，那为了所有受苦，特别即马等咧地界啊，五鬼道行台的众生，那乃至即马伊家饲较好啊，过一个月迄只鬼啊，就要杀死了了啊，过无两个月迄只猪啊，就要杀死了了。哎呀，足可怜，足可怜啊！啊，伊个爹爹伫咧厝安尼念，毋是讲咱今日放心在咧念啊。每一个咒语都有慈悲的方便，伊对治虾米种的艰苦，对治虾米种的烦恼。所以咱拢爱学，即卖人足善起来，足艰苦的，欠钱的。所以我定定爱体念发财咒，发财咒，唔是讲你有钱就免念啊。同好你善起来，你善起来，你才会体我众生无钱的艰苦啊。所以我的书定讲，咱出家人唔能收钱，咱出家人若有钱哦，啊就袂记得众生的艰苦。出家人同好是拢伫无钱的阶段啊，啊无钱的阶段，那你只要他就一直去想别人。艰苦是啥物？但是出家人，就算你今日有钱，你今日开一间病院，开一间护士，你更加想，这病院甲护士是众生要帮助众生离苦，唔是我的。你若这我的想法，你规工在关内底，家己看呢？啊，无法度救半个人来你的护士，无法度救半个病人来你的病院，你开这个病院做这个医疗要创啥？但是不要满足在那个想法。所以从各位人，你起码无出家，你也是讲，我活在这世间啦，阮家、阮囝、阮某、我的事业，其实这拢是一个邪见，这是一切拢是无常可幻化。结果我来安尼慢条条，你还生起这种的见笑心、见笑心、压力心，你袂使以这个为满足啊，不然呢，往往你就袂记得要离苦啊，甚至也忘了众生的苦，所以。想若众生，你要替伊念佛祈求，你要了解。好，再念一次来。阿毗迦当伽，阿毗迦当伽，阿毗迦当伽，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哈阿夏萨玛哈，妈妈古林萨美达，妈妈古林萨美达，要叫醒个，叫醒个。你起码在做动物啦，起码在做鬼啊，还不是你的本体，你的本体是佛性啊。所以呢，就叫大觉，大觉众，和你恢复对方的佛性，回看你自己是佛，你不是乞家，所以你要发这个心要很强哦，啊，你也惊，起码你要回修处，要修的惊，紧走，要休息哦，念咒要有这种想法，啊，
提醒对方，你若唔紧走，你去会休息啊！你茫讲啊，你家己足痛苦诶！你有佛性滴，你有啥物通我艰苦？而且查某囡仔，因伊翁婿、伊男朋友走去，敢若足艰苦，要自杀，你还家己念咒，嘿，快乐是伫你诶自性内底，你有一个佛性啊，你有一个爱心足好诶。但是你爱心去接触一个查甫人，你就足歹命；你爱心去爱一切众生，你就足快乐。我唔安尼变咩好？啊！你个扭起来，个泡青啊，让他看到哦，原来我的痛苦是家己找来，这主书接有诶，接着个爱啊，好可能快一种快乐个爱。所以阿兰的女朋友，唔是阿兰无女朋友，迄查某囡仔对阿兰嘛啊，对家讲阿兰出家，我嘛要来出家。那佛陀甲这个摩登全女讲，阿兰你若爱阿兰是咧学我，将主书个爱去爱所有受苦的众生。你既然爱阿兰，你嘛要有去学习这种的爱，安尼唔只真正的爱阿兰。哇、哦，摩登全女就开我，跪来哭，安尼我都出家吗？我嘛要来练习这种爱。所以佛陀直接开始这个，摩登全女比阿兰较早进入阿罗汉，安尼啦。啊，所以佛陀足调御丈夫足牛的，伊就法度将这世间的杂念给变化给转化。你佛陀佛陀的大悲心，伊绝对袂去讨厌讲，而且查某囡仔，你爱我的书，爱我的出家人，啊，你实在袂晓做人，佛陀无迄种摆脱的心态，啊，佛陀是对阿兰嘛慈悲，对这个爱阿兰，佮伊放毒，佮伊放酒，要害死阿兰破戒，摩登全女，佛陀一死啊都无摆脱伊，那佮别安怎佮伊转化？啊，所以讲你来每一个佛的故事，你爱去看，特别《法句经》啊，佛陀本身故事经典。啊！你去听哦，佛安怎度众生的？啊，咱就是迄个去往度迄个人，不管伊是杀人诶，伊是妓女，伊是好家人，伊是皇帝。因为咱每一个人都去扮演他的角色，因为安尼你才好度听哦，做皇帝艰苦，做好家人诶痛苦，做善家人诶艰苦，去甲伊听哦。啊，听哦就艰苦，所以咱才要甲伊对敌，对就是，所以我要替你念这个佛，所以我要替你念这个咒啊。咱袂使修行，一直咧为家己念啊！我即马着感情哦，师父叫我爱念七遍的黑死命，念那么好，那当然念快好去安尼，安尼较慢哦，即食药也无效啊！啊，念大悲就是众生咧艰苦破病啊！我即马听我条，我咧艰苦，所以我要为众生念大悲咒，就是念大乘佛法，爱按照大乘发心去念，我咧阁强调一遍好，所以大家念一下，好，大家拢醒起来。咱嘛醒起来，咱本来就是圆满的佛性，就是咱的梦想执着，给咱砍掉的。念一下，妈妈古林三昧达，妈妈古林三昧达，妈妈古林三昧达。啊，所有的海鲜水产哦，拢消业，升天升净土。来，南无宝智如来。唵瓦西波罗摩尼梭哈。所以这个念，你的观想，你的力量啊。其实各位，不是你的声音会记得这句话。我现在在念这个唵瓦西波罗摩尼梭哈，就跟波吉如来的功德力合为一体。那透过波吉如来的功德力，伊的愿力，就进入了所有的大海水，所有的水中动物。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就是你将阿弥陀佛的力量布施给对方。不是我在念阿弥陀佛，我的力量给你帮助记得这句话哦。无你去讲助念，对方拢袂超度。什么？阿弥陀，阿弥陀，很快个嘴阿个阿弥陀，念块你嘴阿嘴会破个，你嘛念袂好。那我念阿弥陀佛是借阿弥陀佛的力量去帮助对方，安尼，那你请阿弥陀佛加持对方佛力，而不是你自己的分别心啊！不然的话，你会退转，你念故你也退转。所以我敬拜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来加持；我敬拜念药师佛，药师佛就来斗三工，安尼你有快乐无？哇！你比佛较伟大，拢互你叫东叫西呢？啊！因为佛就是咧淡然，佛就是咧淡然，观世音菩萨咧淡然。只要你念佛名，那一代所有你看到的痛苦，拢法都消毒。各位记得这种力量，卖那好佛卖咧表现家己，凸显自己啊！们不用自卑，不用自卑，不用骄傲，完全融入在佛法里面。总共安尼讲，我已经变当机啊！你知无？我已经没记时间空间，我脑咧疼，我拢没记诶呢。因为我很认真，因为这个认真是我融入在佛法。起码阿弥陀佛咧加持，有时候咧加持，我做当机做啊真快乐。安尼啦，
我充满力量，我不会生病。就算我若要破病，我嘛是安尼，我已经都决定了。海涛老师要他死，死嘛，佮带你讲胡话，互人听，然后讲啊无声，再见，跟他麦克风拍起来。但是我不会感觉到说我在破病啊，因为完全的利他，完全的利他，没有我，所以各位在饿啊。当你在破病艰苦，你专心为众生念阿弥陀佛；当你在破病艰苦，你为众生在念心经，心经有法度可以开悟，证得空性，可以不退转，可以忍读一切苦，真是不虚，心经是大明咒。哇，念法断开嘛，就欢喜，听不着？你阵你就超越你的破病艰苦，而且破病艰苦是咱的执着放不下，感情肉体，这是咱的执着，所以咱透过法来打破咱的五执，所以。我跟他讲，反正慈悲，你慈悲去甲对方斗三工，就超越你一切所有的痛苦。你为了家己的痛苦，你修行，你永远都行不出去。那无法度听我的佛的力量，所以念阿弥陀佛，你变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变阿弥陀佛。你加持迄个人，请问迄、那个艰苦的超越无？百万佛咧帮助一个受苦的众生，哪有可能众生无法度离开痛苦呢？重点是你的信心，所以祖师念一句阿弥陀佛，比咱凡夫念百千万亿的阿弥陀佛好。是安怎？因为祖师安住在空性无上菩提心，那所以咱就要发起祖师的无上菩提心、阿弥陀佛的无上菩提心、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迄就是我的愿。所以我咧念阿弥陀佛，就包含了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我嘛发这个愿。你有这个愿？那阿弥陀佛四十八百愿的功德力，就透过你的愿力去加持对方。各位，到一天你若要死啊，我来给你念，安尼你会超度去极乐世界未？安尼你相信就好啊。啊，起码呢，你嘛爱去做，你起码就要家己做念嘛，啊，不是等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尼。啊，你就要替别人念嘛，你替别人念，就要替家己念。啊，你就永远的保持你阿弥陀佛的法喜。原力当中，你一时压力就无，啊，破病当好念佛，无钱更加好念佛，有钱嘛爱念佛，啊，我都帮助别人去念佛，那念佛是积极的、快乐的、当下的快乐，念佛唔免等下死了，啊，念佛就是咧帮助众生。假设各位今嘛是掉感情的人，我咧带各位念阿弥陀佛，你若我都用这种心念阿弥陀佛，请问你会艰苦未？说背起来，讲要来助念，未记家己掉感情。因为你的心已经进入在佛的心，佛的加持里面，你没有癌细胞了，你更加艰苦，佛力不可思议，这要有正确的方法。所以来念一下，唵瓦西波罗摩尼梭哈，唵瓦西波罗摩尼梭哈，唵瓦西波罗摩尼梭哈，啊，老阿姨啊，你叫老母，老母马上就来，老母所有力量都没有一所听的见。所以你在念大悲咒、药师咒、阿弥陀佛、心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拢无要紧。啊，各位用这种的心态去甲水念，因为水内底有鱼啊；去甲食物念，食物回家就解脱；去甲虚空念，是法界啊。用佛的心，用佛的法界，用佛的心去帮助九法界众生，和菩萨拢成佛，和声闻阿罗汉拢法王完成佛，和六道众生拢完成佛。南无阿弥陀佛。大家拢得到阿弥陀佛圆满的加持，咱嘛进入迄个世界，咱嘛进入阿弥陀佛的境界。阿弥来念佛，来，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东愿所有众生、所有动物、西方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让大家来念五分钟较大声的阿弥陀佛，好唔好啊？大超多，大慈悲，当下你变阿弥陀佛，你找到你家己啦。原来我跟阿弥陀佛无二分别。哇，我因为我专心的念阿弥陀佛。好，大家开始来。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不丹境内充满了不止息的善业，每天的生活都诚如莲花生大师的教言，积极又充满活力地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努力从事善行。无涯天际中的云朵不断飞逝，莲生来到世间已经经过许多世纪了，但是由于他的大仁慈，为了未来有情众生的利益，莲生在坚固的岩石内、湖泊中，甚至在虚空中埋藏了数不清的福藏。福藏藏文原意为埋藏的珍宝。相传莲花生大师来到西藏时，曾预言西藏的佛教将会短暂遭到灭亡，于是莲师将他认为不适合现在传授给西藏人的经典隐藏起来，交给各地的神灵保护，等待后世发现。这些宝藏专门留待日后与莲花生大师有特殊因缘且高正量的修行人来发掘，而具备发现福藏能力的修行者就称之为福藏师。当不同的福藏教法到了应该被掘出的时刻，福藏师们便会出现于世间。通常福藏师们会在超过千人的面前取出福藏，使福藏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他们能够潜入湖中，上飞到一般人机不可能到达的各种洞窟所在，从坚固的岩石中取出待取之物。福藏教法是上师的直传言教，它拥有独特的加持力，而这样的加持有赖于你的信心与前进心。贝玛林巴被视为莲花生大师所授记的五大福藏师中的第四位福藏王，也是唯一一位诞生于不丹地区的福藏王。在他一生中，分别于18库藏中取出了32部福藏法，这些教法被完整的传授至今。燃灯湖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贝玛林巴在第二次探取福藏时，在众人眼前
手持火炬跃入湖中，寻得浮藏后游出湖面，自始至终火炬燃烧不灭，从此这座湖就被称为燃灯湖。走过极近的山间小路，由于山岩湿滑，常会造成行走不便。师父发心建造木桥，让大家平安地到达湖边。在陡峭的山壁间，奔腾着一道湍急的清泉，这里就是被马林巴取浮藏的圣境。那我跟你们讲解，这个是当时八世纪的时候，莲花生大师来过这里。那莲花生大师在这里有个洞穴，然后后面也有个洞穴，他那里有闭关，等于后面那边可以看得到，那边有一个洞穴，他这里有闭关。那闭关完了之后，他就这里埋了很多的浮藏。然后1977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贝马林巴浮藏寺，他是来这边1977年的藏历的7月15号，他本来是会取很多浮藏，但是这边人民说不相信他，所以后来他找了很多的这个人民，那就是类似今天这样，所有的人民就放在这里，然后呢他就从这边下去里面呢取了这个浮藏，所以他上来的时候那个灯还没有熄掉，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湖是取的时候取了我们现在叫做观音仪轨的这个法门，也是从这边取出来的，所以这个是燃灯湖。所以传说当中是说我们可以这边点灯许愿，它可以会显现一些，看你的根基跟因缘，它会浮现一些东西。一心顶礼，莲花生大士，好，大家背一下莲师祈请文。哄乌金刹陀西北雨，圣庙莲金花配上，正得稀有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通行眷属众围绕，我随汝尊而修行，随时加持其降临，不若被马西北轰，嗡阿吽，班扎咕噜，贝玛悉地吽，一心顶礼，贝玛林波尊者。好，现在大家念一下：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菩提心灯，大悲为由，大愿为助，大智为光。当愿众生，修行佛法，证得空性，发菩提心，同得解脱。然后呢，自己发愿，各位没点没关系，你就观想啊，发愿，来。贝尔塔半转这样，阿瓦波达那耶梭哈。贝尔塔半转这样，阿瓦波达那耶梭哈。贝尔塔半转这样。阿瓦婆的那也说、啊、他们当地有个习惯，就把灯放在水里面，他如果他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不会沉下去，也代表能够满愿啊。当初贝马林波尊者下去再上来的时候，灯都还是亮的啊。然后很多有修行的人都说里面有宫殿，就像龙宫一样，还有很多浮藏在里面，所以很多人来这边打坐的时候，每个人感应不一样，甚至看到水中出现了金刚杵，水中出现了什么，甚至传奇法师来这边打坐啊、我们拍照的时候水中现出了莲花生大士。贝马林波尊者也是一位大孝顺的尊者听说也是带着他的妈妈直接往生净土，还是如何？所以愿我们大家都有那个能力，带着自己的母亲往生净土，好不好？能够带着自己母亲，就能够带着所有的众生直接往生净土。
啊，这就是最大的修行啊。所以来，那么密利多，多波依，梭哈，大家要发愿度自己的父母，度七世父母，度所有做过我们父母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脱离轮回，往生净土。修行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父母众生。来，南无弥利多多婆夷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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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愿现世父母，罪障消除，福寿百年，七世父母得以升天，历代祖先往生净土。戴亚他判断这样阿瓦婆的那也说哈，所以贝玛林巴尊者到了水里面起来，衣服都没有湿，灯也还亮。当然这是一个表法，就像我们到五浊恶世不被污染一样，而且取出了莲师留下来的福藏，来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们要找到真理，也不能够离开五浊恶世。所以在五浊恶世痛苦的众生里面，去找到利益众生的方法，也能够让自己如莲花一样不污染，带着父母众生可以往生净土。这就是我们来燃灯湖大家祈愿。但是这个愿一定要透过修行，愿如大海，田方成满，行如高山，就要慢慢的叠才会成高山。所以我们叫六度万行要全修，所以大家要真心的去做啊！所以大家一起这样来发愿，来，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皈依佛，发菩提心，消灭贪心，皈依法，深信因果，体证空性，消灭愚痴邪见，皈依身，忍辱慈悲，消灭嗔恚心，愿以布施度千滩，持戒度毁犯，忍辱度嗔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般若度愚痴，善思如母众，难忍无量苦，意念苍生情，世事永不离，愿成就佛道，普度众生。好，希望大家真心的发愿啊！我们也不是来观光，就来这个地方得到圣者的传承的加持，愿学贝玛林巴这样能够真实的来五浊恶世显现不可思议智慧慈悲神通，来广度众生。这是，但是起码要帮助自己的父母弥补得乐。阿弥陀佛。要代表大家共哈达啊，啊，供养。